自来，深夜擅自登门，你的故此而别向谁追问。回忆不请自来，深夜擅自登门，你的故此而别向谁追问。我坐北空卷，将你抽取，缘分奔走相告，踏奔无期。你用一个抱拳，恭送一往情深，由我为你秘密至今。深秋黄昏，南沙往事一尊，落叶纷纷，纷扰前尘。人间情意情浅，浅浅闲语听闻，我被岁月耻笑，不敢认真。良辰耗尽，思念如绳在困，过往翩翩，翩似刀刃。回忆不请自来，深夜擅自登门，你的故此而别向谁追问。我坐北空卷，将你抽取，缘分奔走相告，踏奔无期。你用一个抱拳，恭送一往情深，由我为你秘密至今。我坐北京春，写纸言气氛，以我为人单纯，容易情人。你那浅梦寂静，我我于心不忍，不转而亮温柔陪衬。擅自登门，你的故此而别向谁追问。
我做北京春，写只言气奔，你我为人单纯，容易惊人，你那剑梦激情，破我于心不忍，不转二两温柔陪衬。两个八拍加四拍，啊，身体先是侧的向前，左边侧的向前啊，啊，左脚脚尖着地，左脚脚尖垫起，脚跟抬起啊，是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前奏加这里加四拍，是五、六、七、八的时候往下坐，啊，八的时候右脚膝盖微屈往下坐。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好，把脸露出来，这是第一个，好，这是四拍，好，第一拍的时候呢，把左脚蹬直踩实了，好，一的时候是有一个爆发力，咱们双手往上，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第一拍是个重拍，好，第五拍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第二个八拍是二。二的手转身，三、四、五的时候亮个相，双脚蹬直，后脚右脚脚尖着地，好，这是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难点就是这两个八拍。好，下面是 A 组动作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二、转小臂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七就把动作做完，八停在这里等一拍，八，第三个八拍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往下穿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第四个八拍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。转打开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眼睛看手的方向。好，这里加四拍，左脚并右脚，就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就是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压手腕，手腕的力量，慢慢往上抬。好，这是 A 组动作。好 ，B 组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里的时候把脚抬高一点。抬高往下点，抬高收回，抬高往前点，抬高收回，把脚抬高点。四五的时候，五六打开双臂，打开七八。第二个八拍重复一下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三个八拍，三二大臂打开，三四把你的大臂打开啊。五六七八的手是五八六七打八做胯，用手腕的力量，左右左右左右，手臂呢大臂稍微往下，幅度往下一点，稍微夹一下，稍微往下，手臂不需要伸得很直啊，伸得很直，就是用手腕的力量，不是用小臂，是五八六七打八。往下，而且手跟手的间距不能太宽啊，不能太宽，跟你的肩膀的间距差不多宽就可以了，跟你的肩宽差不多，手与手的间距。好，七八，好，第四个八拍重复，退后，左脚，四二，大臂打开，胳膊肘打开，在小臂手啊，它有一个从大臂。肘关节打开，小臂再手打开啊，五六一二三四，来五八六七打八，坐下。好，第五个八拍，五二三四，这里是先屈臂，胳膊肘向上翘，再打开，屈臂，胳膊肘向上翘，再打开，
曲臂的同时打开的同时，大臂是不动，只动你的小臂打开就可以了啊。这是四四的时候啊，三四五的时候，左脚爵士步向后退，就五，哪只脚往后退，跨在哪一边？好，这个是左脚向后退，跨在左边，那右脚向后退，跨在右边啊。七八，这个步子的话，你可以要看距离，你如果想走得好看一点，那么步子直接向后走四步，如果距有距离的原因的话，原地走四步也可以啊，原地走四步也可以的，但是把你的脚抬高了，把你的脚抬高啊。在七，在第六个八拍是双脚双手打开，这是一，一个大字，二的时候左手向上冲拳，二啊，右手，这三的时候打开，右手向上冲拳，这是四，第四拍啊。第五拍的时候是顶你的左胯啊，小臂是屈臂，屈臂向上砸，向下砸，砸两拳，就是五六两拳。好，换七八，顶两次胯，敲两次，七八。第七个八拍的时候是左脚，现在脚是打开的，那么左脚再点一次，点一次，脚是蹬直的，两脚是蹬直的啊，膝盖是蹬直的，把胸挺出去，往前把胸挺出去，手臂的框架要打开啊，这里是成个直角啊，成直角，就是一二收回，三把胸挺出去，三别的地方不停啊，后面这只挺的时候，后面这只脚是踩实的，左脚是踩实的，三四收回，五六七八的时候，五的时候出你的左脚，往你的左边点地，脚尖点地，那么跨的时候是左放胯，挺胸放胯挺胸啊，是这个动作。一一二三四是五六七八，挺胸加上你的手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五的时候呢是左手在你的后脑勺，右手放在你的胯骨这地方，这里有个骨头的，放在你的胯骨这个地方啊。再来一次，是五往下坐，六的时候胸往上挺的时候，双手放在你的胸两侧啊，六七往下再来一次，八往前停，往前停啊，往前停啊，这个八啊，我们把一个八拍连一下，就是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第四个八拍啊，不，第八个八拍是八二，随意的一个空心拳，一个空心拳随意的八二，左手不动。好，第三拍的时候换手，右手放往下放，三四三四五六七八的手向左摆胯是五六七八，摆三指胯，左右左就可以了。第八拍停住啊，第八拍停住，这是 B 组动作。好，还有 C 组动作，间奏。来，间奏五六七八，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哦不对，那个什么什么，不是不是，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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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六七，五六五六七八。好， C 组动作， C 组动作跟前奏是一样的啊，是跟那个A 组动作是一样的啊，那我们再走一次，来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这里转小臂啊，打开五六七八，这个五六七八的手是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，五六七八，把手臂框架完全打开，打开画一个最大的圆，七的时候定点啊，定点的时候是右手往上抛，左手是手臂手指头放在你的手关节这个里面啊，刚好肘关节这里，七八啊，七八停住啊。第三个八拍是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四个八拍四二正前方，三四
打开五，身体往下沉，五六七八的时候，这里唯一的不一样的手，八的时候收脚，八的时候后面那只脚收回来，手臂不动，就是脚收回来就可以了啊。就这里，就这里跟前奏是不一样的，跟 A 组动作不一样，因为 A 组动作是五六七八，它有个加四拍，加四拍的时候是收脚的啊。就这里 C 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才能接下一个动作，不然的话下一个动作接不下去。好，所有动作都在这里，哦对，七八。好，接下一个动作就是间奏。好，第一组间奏五六七八走，一二三四。这个手的话是用手腕的力量，手背去划过来，去划过来，手臂伸直了。这会儿啊，是一二三四，第四拍的时候收回曲臂啊，收回。五的时候把脚抬高了，前点后点，前点后点，要抬高一点啊，大腿抬高一点。五六七八并脚，第二个八拍重复一下，就是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结束。时候呢是前奏啊，前奏开始的时候是身体微微的向前，向前倾斜的啊，是侧着的，微微有点侧的啊，有一个前奏四拍是五六七八，八的手下蹲一点啊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把你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露出来，不能挡住你的脸啊，要完全的露出来。我的七八，好，下面第一个八拍的时候，第一个八拍是重拍，一是重拍，咱们把那个左脚，这只腿，把左脚现在脚尖踩地的，把它踩实的，往下踩实啊，这是一踩实啊。双手的动作是双手往上抛，往上再往两侧落下来，落下来的时候呢，手臂是直但不是完全直，它有一个弧度，稍微有一点弧度，但是运用你的手臂、手腕啊，五啊，手腕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啊，一二三四。五六七八的时候是你的左脚有一个小跳步，左脚小跳步是五搭六七八啊，加你的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眼睛看哪里？眼睛看下你左手滑过去的地方，斜下的地方。这个手是怎么出去呢？左手是一个是大臂，先屈臂再甩臂，把小臂伸直，先是屈臂再把小臂伸直啊，再来一次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五六七八。在第二个八拍也是一个小跳步，右脚往右边一个小跳步是二二二二的时候，起来的时候呢是手心朝上，手心朝上，向左边转的时候呢，你的左手从你的前面，手指尖指向你的前面，好，再往你的腋下面，好，往下转，转过去了，好，是不是转过去了？转过去了以后，再把大臂，整个两只手的大臂抬起来，大臂抬起来，抬完了以后呢，是抬你的手腕，把手腕抬起。手腕抬起，在第五拍的时候，第五拍是一个亮相，一个立掌，立掌，咱们把手臂立起来啊，手掌立起来，一个立掌啊，再一次啊，来，那个脚的动作，脚的动作是一二啊，一二啊，二的时候已经在转的时候了，就是一二的时候转了。二的时候转了啊，转过来了。这个转的时候呢，这个转脚是一左脚
后面那只脚是脚尖着地的，脚跟是翘起来的，前面那只脚是右脚，是踩实的，完全踩实的。好，转，咱们先转半圈，转的时候呢，左脚是拧着的，拧过来，右脚呢是脚跟着地拧过来。好，这是半圈，半圈完了以后呢，向后转，向后转的时候，左脚是脚跟着地，脚尖翘起，右脚呢用脚尖，脚后跟翘起。好，来试一下，转过来，好，转过来，这是三四二，来再来一次，第二个八拍，五加上手，五六七八，是二，二了这就算了，三四，第五拍的时候五亮相了，把两腿都蹬直了，两腿都蹬直啊，这是五，五六七八，停四拍，五六七八停四拍，这里停四拍啊，好，这是第三，这是第二。